我想到了周星驰的电影。敢问问土地老二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有妖气！来，巨魔，快点过来，我把这绿纹咬他，过来咬他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没人回家了。今天猴专场啊，猴专场。晚上我看了一眼队友啊，管哥、马老师、苏苏、新一，还有我们这个队伍。阵容还行啊，阵容还行。我决定直接把这鸡给他打，直接惩戒。这把我们刷下半段直接去下啊，速三直接去。来了来了，我来了我来了，妹妹们妹妹们，带我一个，我到了。好的，来玩杀一 A 爬爬就，哎，爬个伞好烦啊，啥也没捞着。爬的清野清挺慢的，那说明他下半段野区全清了，我们回家吧，只吃个蟹回家了。也可以越波下路，越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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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布隆来了没用，越他，给我直接越，越越越越越越越。AC 唐打来，哎，还能越，布隆卡后跟我打，一头把收了。拉克斯怎么死的？拉克斯被谁杀了？他们家蛤蟆目前还没出现过，这红他不打吗？他去哪里了？他反我的野去了吧？你抠的，你都没有查克拉，你是不当我不会玩阿卡丽？你有查克拉吗？回家。清我的野去了，把我上面的野区清没了。看看蟹他吃没啊？他肯定是吃蟹，我们吃的红。哟，那你吃红，您吃，我吃蟹。俺的取经之路。蓝还在，我的蓝不可能在了，我的蓝在，哎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反正就是不可能在了，因为我的红都消失了，他的蓝不可能没消失，他先蓝开了，这怎么可能蓝还在呢？这是咋分析的？
么组装下路？有妖气！母鸡香。这个虾的80%还要来下路，不一定能走。我们薛逼在这里蹲一下的啊，帮队友反蹲一下。没机会，队友走了，去回头把石头人清了。等我下路啊，下路等我一波，我把石头人清了。他清我石头人。哎，这瞎子，这左刷野呀！正等着呢。踢踢，这不踢，好踢！先上瞎子，他有闪，加血加慢了。阿卡丽六了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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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阿卡丽六了。等他走啊，去把瞎子拦拿了。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哎，原地起飞，瞎子肯定是快来了啊，这是我知道的，但是没办法。耶，这怎么踢着的呀？俩人一块飞没办法，兄弟们，他俩一块飞，这我就没招了。言出法随，这不是言出法随，他必来，100%来。他这边拦刷了，再往他拦走。什么红？三级 Q 小龙不能打，他不敢打小龙。这波下的去上半段我们就打小龙，线儿都他妈不对的下来。回家。谁死了？卡萨丁死了。我上半段野区一次没去过，我去他干啥呀？我上半段野区都没有。本来我也是主攻下半段的呀。来，我上不到野区干嘛？来看看东西、逛街吗？这波帮巨魔
刷一波啊，这上面草丛，这一波可以帮他抓一波。嘿嘿，俺老孙正等着呢。就是不知道这个瑞文有什么技能，怎么上？装的像一点，大哥往后点儿啊！算了，哎呀，不上了，快走，别让他给踢着了。好秀有妖气，一千五，清个蛤蟆回家分地主。去把蟹打了，这波瞎子再下，算了，这蟹不打，都是抓一波。闪现踢，猜中，你们猜。把他下半段野区给他清没，他一定不能给他留啊，给他留我们等级会差很多。小龙，俺老孙，怎么的？你有队友吗？好踢，快杀卡利，看他敢不敢飞啊！漂亮，拉卡斯。吃他个蛤蟆，小龙打了，小龙打了，你们打小龙来，龙，你们打小龙，这波我把中路线推了，然后去把那瞎子的 F6 给他收了。等级就反超了，没有没有，就石头人儿。但这波有点危险，我有大小妹妹。留一个给他，把他红清了。
要啊，给你吧，你家里头还有一个呢，可以打。把峡谷拿了，一个跟头能翻十分八千里。你们打吧，我不去了，我要出装备了。不是我变了，你们这都啥也不懂。既来之则安之。对于有用的人我们可以给他资源，没有关系。对于那些没有用的人，给他也没有用。死虎了，清了一圈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取经，瑞文杀了得了。过来吧，找他一波。我感觉他不一定能走，他不一定能怕我，但是他必须得怕我，因为我有红惩戒。打他，我们甚至不需要掉血。他一瞅我装备就两件，他也两件，他不带怕我的，我有红惩。没有了，回家了，不回家了，下路再推一波吧。嗯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个瞎子玩的其实挺好，他前面刷野刷的挺多，但是后边让我给扳回来，我主帮的下路帮出来效果。
打个小龙。游戏结束了。